他们三个人私底下的激情已经超过了友谊了。哎，可以亲密一点，亲密一点，哎，鼓励。哎呦，哎呦，来来，我们看中间哈，先看中间一下。来来来来，中间好，接下来我们三位主角的左前方，左前方，左前方一点点哈。好，来，再来我们的三位主角的右前方，右前方一点点，谢谢。然后再来，苦力有没有一点苦力的动作要展现一下？胸肌、腹肌有没有？大背肌有没有？哎呦哎呦，嘿，看出来看出来，哇，赞赞赞赞赞！那有没有展现一下？有没有力拔山河？装一点装一点，哎，对对对，哦，看到黄文馨的胸肌了，哇哇，哎，一样哈，前面。一样，我们的左前方，左前方，左前方。那现场的朋友哈，欢迎手机拿起来用力拍，想要直播的也可以啦哈。啊，再来我们的右前方，右前方。是是是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昌宪这一次的角色是问气啊，也就是我们的灵魂曲。那我们的文馨呢，她是我们这次的明华。来，啊，正前方，再来，就是我们的左前方。对对对，我们稍微偏向女主角的左前方。左边，左边，哎，左前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换右前方喽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三位主角的右前方，是的，刚生完左右不分吗？也太久了吧！啊，听说三位也是长时间被锁在山上，也养出了革命情感，是不是？哇，哎，中间，中间。那摄影大哥们有什么要求吗？难得穿得这么漂亮哦，赶快拍哦！这个笑容过了就没有喽。嘿，最萌身高差，带小朋友出来，带儿子出来。而且你有看到昌宪只敢把头抬45度吗？因为有些地方不好意思看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我们看完正前方了哈，我们接下来稍微往左侧一点点，我们的左前方，对。好，左前方，哎，对，大家呢一边拍我一边介绍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右前方，现在看到了三对主角呢，他们在剧中呢都是苦练啊，悲练、凄练，到最后呢有没有修成正果，这非常的勾引人心。希望大家呢一步一步给我们看下去，就可以知道最后的结果啦。来来来，现场的美女朋友还有什么特别的？大家哪边没有拍到的吗？在剧里头呢，靠着他们呢穿针引线，把所有的主角们呢都牵在一起啦。不管是社区的聚落中心，还是孩子们家中守护的那个人，就由这四位持家的父母帮我们做了非常非常棒的串联。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哈，我们四位，嘿嘿嘿，看一下正前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稍微看一下你们的右前方，哎，左前方，抱歉，左前方，左前方，哈，哎，左前方，左前方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右前方，演员们的右前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欢迎我们的导演李月光导演。好，来，我们看正前方哦，比个赞。赞赞赞赞赞！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，哎，对，演员们的左前方。然后这边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的剧呢在我们的本月的7月27号晚上，礼拜六晚上9点到11点，会在正中电视台。右前方没有。右前方啊，拍谁？好，来换右前方。我想讲要做港胸红花嘞，哈哈哈。啊，还有没有摄影大哥没拍到的？好，还有中间有举手的，举手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来来来，好的，左手边，来比个赞哈，我们27号晚上礼拜六的9点，公共电视呢看34台的部分就可以。哎，中间，来中间，中间，来你看这，好，来中间，中间，来中，我们右手边。好，那记得呢，所有27号的晚上，礼拜六晚上9点，我们就会看到来自50年前的台湾。我们从矿坑一路到我们的码头。好 ，OK， 中间再看一张，中间再看一张，来，我们眼神对中间再看一张。好不容易我们的家庭成啊，我们的琼姐快跑了进来，对妈妈。好，来，你看中间。好，来，我们中间一张，来，
手边黄色衣服这边，然后在右手边蓝色衣服这边，好好来，再灰色衣服，来左边，好来 左手边，来左手边的浅蓝色 T 恤，在最左边，好 ，OK 吗？好的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眼神一致中间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右手边，右手边的，哎对，我们牛仔外套，好，灰色衣服。接下来中间，哎，中间的黑色衣服，哎，黑色衣服，好，大哥，旁边戴帽子，啊，来，再往左边，左边的，好 ，OK 吗？来，左边这边，好 ，OK。我们先看左手边好了，来，从左手边，左手边，左手边，来，左手边，来，开始过来，来，戴帽子的哥哥。好，中间中间戴帽子的哥哥，好，中间中间，好，中间来，黑色衣服的，好，黄色衣服的，牛仔外套的，灰色 T 恤的，好 ，OK 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下一组，左边来最左手边，来最左手边，来左手边，好，左手边再过来，好，那个戴帽子的哥哥，来戴帽子的，戴帽子的。好，然后中间黑啊，哎呀，戴帽子上面的。好，然后中间黑色，黑色衣服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黄色衣服的，黄色衣服的。哎，牛仔外套的，牛仔外套的。哎，灰色衣服的，灰色衣服的。OK 了吗？OK 了吗？好的，那我们先。